各位委员，我们还有两分钟之后开始上课哈，我们还有两分钟之后开始上课。各位阁员、郡守，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上课哈。啊，这节课是由我们参议院张文彦议长啊带来演讲，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谢谢。大家阁员加郡守，午安。午安。很欢喜，搁看到大家。可能拢是缘分，大家才会过来坐伫遮。大家若有这个责任，为咱未来的子孙到奉献，我有才会来坐伫遮。安尼对啊，唔对啊？感謝啦！今仔日咱這個時陣啊，是要來甲大家探討的是公共政策甲財務啊財政的預算。咱早起第一節，因為有人在問啦。赖校长哦，所以我伫遮我补充一下，伊是足优秀的，诶，一个，若讲我，伊爱叫我老师嘛，啊，所以我甲讲。伊上头第一回来上课时，伊讲名师出高徒啦。我讲吼，咱翠兰啊，郑怡兰啊，讲比我较杰出啦。实际上啊，伊学校毕业了后参加高等考试。才算高考及格，派去国税局工作，做了几年以后参加会计师考试。那个时阵会计师考试不是像现在这个时阵呢，现在这个时阵会计师考试吼，甲考大学同款啦，无什么稀罕。因为现在考的可以分四年啊，及格啊，八科分四年，甲考及格就好啊。阮迄阵甲伊咧考的迄阵，啊一次通过呢，无遐简单。迄阵啊咧考试啊，较早
拢是个位数呢。所以，我足优秀的会计师通过了后，伊过去读中山财政研究所，了后过来读台大啊商学所。在台大拿到博士了后，过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的研究。啊，从啊，登去学校。啊，因为学校自主啊，可能才有机会啊，做校长。校友支持，一投票，伊。最高票，这那是无法度的啦。那在我迄个时阵啊，有人问讲：“啊，张教授啊，啊，你都资格什么条件拢够啊？”我讲：“歹势啦，拢空降部队啦，较早确实的拢空降部队。那照讲，伫台北商专，我会使安尼讲。”上少年的本土台湾人，搁做一级主管，就是我。啊，咱也无离开，无啊多搁升啊，已经甲顶头啊嘛，啊搁做一级主管嘛。啊，我咧讲，阮以前的校长什么人呢？吴思翰，大家唔知哪较老辈啊？他是庐山管理体的局长。在大陆啊撤退来接掌台北商专，你讲看甲蒋经国有肉无肉，讲安尼就知。蒋经国以前住伫啊庐山啊，啊伊是庐山管理局的局长呢。江西人呐、啊，他是江西老表啦，好好来滴。80%拢是江西老表，安尼大家都足清楚。所以，因为毕市长讲要来讲啊预算这个审核的代志啊，我甲讲好，我来请一个啊教授来上课。啊、我很专业，我现在我咧做这个工作，啊，伊上下啦，大家听起来足清楚嘛，啊，我足简单嘛，所以啊足好。啊，我今仔日咱是要讲是讲公共政策甲财政的预算，实际上阮两个要讲的。伊迄个大纲内底啊，拢无冲突。我会讲的，我会去补足他。啊，他的啊，伊讲的啊，我会提来甲合理，效果足好。真正那家两个讲同好的咧，实际上无。我原在迄个课是要让伊上。啊，必须得讲，我爱来上一个，我所以讲好啦，啊无我就较简单的上这个公共政策，甲这个财政预算。咱上重要，爱了解什么叫做公共政策。咱开场白啦，讲一个一寡的怎实例。啊，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因为啊，公共啊政策是啥物，咱大家爱知啊。大家可能我会考试嘛，对不？啊，无要紧，啊考试大家放轻松。你若读落啊有顺，你就甲打签。吼、哦，读落啊，无啥顺，你甲打叉。
我本身吼，高中啊，咱国家考试院办的会计啊，迄个叫做管理会计啊，成本与管理会计的审题的委员，高考甲普考啊，我咧审查，我出来无啊，审查的题目啊，拢会看前面跟后面。全部都是对，啊，一定对，不会像大家考进所啊，前面对后面错，不会这样的啦。因为哦，前面对啊，后面也要对，这样的题目才是健康的嘛。啊不，诶，也国家考试到时会去用。哎，那证明的对啊，后边唔对啊，到底对啊唔对？好、哦、啊，这所以安尼大家清楚吼、哦。啊，所以讲我咱国家的考试啊，迄、那个高考的命题，因为我是成本跟管理会计的审题啊，所以这个吼大家知吼、哦。啊，我啊，咱那边选择题吼、哦，我的部分吼、哦。你若拢甲写对吼，啊，照讲也有六十分以上。吼、哦，啊，这就是安尼嘛，袂使讲拢安怎，拢唔对嘛。哦，啊，这不，这事实是安尼，恁爱了解讲，吼、哦，咱即嘛讲即个安尼顺序落来，公共政策是政府决策部门在特定的时间要解决公共问题，应当。采取的方案，安尼也足顺的嘛，对不对？哦，啊，这就是讲，因为咱家都用实力来探讨吼、哦。咱较早来买国民住宅，唔是较俗，是唔是有这个观念？对不？但是来讲，遐大家有国民住宅，咱来买应该较俗啊。啊，起码唔是啊，应该创一个名词，讲什么合宜住宅啦。哎，伊会使卖一平，卖七八十万、几百万啦。安尼敢是唔是咧解决公共问题？唔是啊，咧协助财团。哦，类似大家去想，啊，因拢用亲用一个，啊，你来用哦做国民住宅，你讲啊，你在什么国民住宅？哦，你一平七八十万哦，大家都讲啊，这未使买，大家买去买。伊即马唔是呢，要让大家拢来买，我都合宜住宅了。啊，这个啥？六三三同款啊，吼、哦。啊，甲三环三线同款啊，甲你画一个数字，啊，予大家人民讲，这个数字是对哦，因为啊，咱第一节数字会说话，有啊无？大家足清楚嘛，啊，伊甲你讲用六三三。啊，事实上他有没有说话？拢没有达到嘛，对啊，好、哦、啊，这里三啊，讲做三线三环，有达到不？那无嘛，所以这拢全骗的，无法度。哎，啊，过来咱要好了解，为着要来公共的问题，讲啊，咱因为现在高速公路啊车较侪啊，干那讲，卖过路费啊，用扫描的设备啊，委托财团来遐收钱，安尼敢对？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高速公路。咱交钱啊，纳税金起起来啊，足好走嘞。
敢若有即个有种售票站，敢若速度较慢一丝啊。因为讲啊，未来要这个高速公路很顺畅，安尼委托财团来遐收钱，安尼敢对？绝对唔对，是毋是这包摊呢？啊，阮摊呢？啊，政府袂晓做，啊，你看。伊讲，干那要解决，讲这个速度要较紧，啊，就叫人啊财团来遐收钱，来遐算银票。啊，你大家去想就好啊。好，后来啊，咱即摆过来讲公共事务是啥物叫做公共事务？公共事务是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啊，满足人民的需要。啊，就是要来使这个促进社会福祉，甲保障国家安全等。啊，这是什么？咱拢爱去听人民的声音啦。啊，李登辉总统啊，足好嘞，伊讲要倾听人民声音。啊，所以这拢是啥？咱要做公共政策。来对吼，爱了解，好啊，这应该大家拢清楚啊嘛吼。过来，政策的类型吼，政策的多些类型吼，依照学理来讲啊，啊，咱有分啊，叫做分配政策，哦，啊，下面叫做分配政策。就是讲，咱的财源，吼，啊来分配给有特定啊一部分的人来享有，吼，啊是伊来承担，啊这就是分配啦。咱所讲的叫做啊救济政策啦，社会救济啦。啊，从这个叫做社会政策来讲啊，啊。现在咱要实施12年的怎么样？国教嘛，吼，教先进国家来讲，啊，设定要读册爱开钱啊，免唔免？一部分早期的人。有的人哪会走去西德留学？西德学费免钱啊，含外国人去啊读册都免钱。所以有的人怎啊无法度去外国去留学，伊就走去大留学，走去西德留学。欸，啊，美国人咱迄个时阵。伊就咪讲，希望国外较精英呢去美国读册，但是伊有奖学金，吼、哦、啊！美国是安怎？到尾啊，伊就咪安尼也袂使哩，哇！愈来的人愈侪安尼啊，啊！恁国外的人，安尼国外来读册要收较贵，啊！这那是咱来讲，咱这就是。所讲的，伊就是这也有做政策啦，哦，也政策啊，政策咱有讲有分配性的，哦啊，就是这个因素啊，咱过来看管制性的，什么叫做管制性的？咱较简单的讲，咱迄个油品就是迄个汽油啦。汽油，咱只几间会伫做啊？港油加啥？加台塑啊？迄阵个目的伫带，目的讲不要给中油独占啦。后来安尼才开
讲啊无好，啊才好什么人？啊，再来好，我做一切都是咱所谓管制性的，再来啊，各好一个台数。啊，实际上两个都共同好啊，这个起价啊，过无几点钟啊，这个起价啊，拢同款。伫外国唔是安尼呢，伊个加油站啊，有诶要加油诶是晒出去。标价哦，一公升多少钱？哎、欸，啊，有诶讲啊，这较贵，西那边搁看，哦，这一公升较俗，啊，走诶较俗诶天。伫外国拢安尼嘛，迄个加油的价格不是啊统一的，啊，有诶伫咱台湾安尼，这叫做管制性诶，变成安怎？那去奖励一下财团，嘿，啊，拢大家咧想看嘛，欸，奇怪吼，咱政府咧做，拢咧奖励财团呢。啊，过来，瓦斯，什么人咧做？讲辅导会，啊，辅导会变成一些回毛，最近啊，报纸咧报有。灰猫，伊个年薪啊，伊个年薪偌济？啊，讲有400万。所以，咱应了解讲，真正拢是管制性的，吼、哦，啊，无就国民党的事业，就发到做这个啊瓦斯。啊，这都是管制性的吼。啊，过来，咱来看从分配性的政策啊，咱最近啊，啊，财政部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从分配，就是讲咱所得超过1000万的，再来征收。这个啊，高所得的税率啊，这哪算讲啊？咱也得了解讲吼、哦，我一名啊，张忠谋真的也很了不起，他也感恩国家的啊给他的投资，因为成立了那个叫啊台积电啊，他当董事长。经营的也很好，所以他也奖励说高所得的多缴一点税。哦，啊，从这就是要跟你讲啊，这就是叫做重分配了。啊，过来自我管制的政策啊，有当时啊，哪咱伫咱家吼、哦，要讲自由管制的政策啊，要来实施，有当时啊。咱这边拢啥靠关系啦？啊，你甲什么人有熟识？啊，这个什么人咧做？啊，拢看清这个殷切啊！啊，到尾啊，就什么马马虎虎。哦，你爱证照，我发一张给你。哦，啊，这那管制这个自我管制啊，那个咱咧讲的，实际上伫啊较先进的国家，我以。英国为例，英国的会计师的证照考试是因会计师工会的发行的。南非的会计师的证照考试是南非会计师工会的发行的。因那就是啥？自我管制，你要。执行这个业务，你要来会计工会登录啊，要参加他们的考试，通过，让你做会计师。咱家不是啊，咱家是用啥？用我考试的，还算好了，客观了。但是
南美洲、巴西啊，会计师不要考了，会计系毕业，拿到毕业证书就可以去申会计师证照。好安尼呢？哦，当然，这个水准上就，因为他们那个国家，你那是机械系毕业，他就可以当工程师，也不要他们国家考试，他认定是这样的。当然，他是啊，葡萄牙系统的。各地方有不同，啊，这就是讲，咱也是好学校啦，大学作为管控啦，大学一毕业，你这个科系就授给你这个啊职业的证照，你化工系毕业，你就有化学啊师，凡是开化工厂，你必须要请一个化工系毕业的在公司工作啊，没有那你就违法，就要罚钱，类似这样。哦，啊，这大家和大家清楚哈。啊，咱今嘛过来讲政策的结果啦，都是由啊上层的指导下层的。哦，啊就。因为实际上要实施一个政策啦，当然也可以由啊下层的啊意见去啊提供，这个是也可行的，并不一定从上层的，但是有时候大部分发动都是上层的啊较济啦吼。啊，咱家就是要了解讲，哦，以这个啊做政策啊，是从啊。优先顺序排列，哦，这里有说啊，政策是根据啊优先顺序，哪些是优先，哪些是次优先，哦，啊，当然这个计划啦是要来达成目标可测量的啊目的，是哪一个要达到这个目标，啊，再来啊实行方案。哦，啊，这个有具体的行动啊，它的诚信跟步骤拢爱有啦。哦，啊，这予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啊，即摆过来看，这个足重要诶。这个就是讲所有的政策啦，若无依照这个方式来形成的话，往往都会啊，是错误的，五位人讲错误的政策啊，比贪污还要更严重。啊，这实际上，咱我提例子来说明。咱即马讲，这个政策要制定啊，拢要有需求认定，啊，然后再考量啊，就是建议啊。形成过来是政策的采纳，过来是政策的执行跟政策的评估，一定要从这个顺序跑一遍，再回头来。如果是对人民有益，能够解决人民问题的，啊，那就没有问题。所以这里。当然，这个程序的步骤，利用不同的啊科学的一些方法，我们都要去啊了解啊。当然这些啦，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全部啊都是很清楚，只要同时了解说这个程序。是要这样从这种顺序跑一遍，然后再绕回来。当然，每一个啊步骤里面都有很多的啊，这个都是
课程呐、啊，所以要了解，要制定政策也是不是，啊，真的不简单。他必须也要有专业的人，啊，他会有这些因素啊，按照这个课程，啊，咱家那边修起来吼，我头都要达到研究所的啊水准。所以外面啊，大家知影讲有这个科目，可以有的可以上网去讲啊，这是咧讲啥，你去了解一下就好啊。好、哦、啊，这个没有问题，大家就了解说啊，这个程序是要这样绕一遍啊，要这样啊走一遍。咱今嘛要来看，迄、那个政策哈。哦政策啊，错误哈，咱啊要不要讲啊？咱个等下讲政策哪是错误哈？像什么合适？合适哈？安那讲政策错误，伊了偌侪钱呢？啊，我啊查一些资料里面呐、啊，啊，要我甲大家补充一下，吼、哦，诶、欸，合适啊？啊，在这个1992年，迄阵啊，行政院的核是1697亿，哦，1697亿核是的时候，因为政策草率啊，啊，这都是啥？美国他要推销。啊、我们是美国占领嘛，台湾美国是只要占领全国嘛，啊都要听美国的 啊美国的国会这些都要他们的美国利益啊。他说你要来盖核四、啊、好了，预算多少钱？1992年1992年1697万，啊高啊七亿哦，1697亿，啊，利空控诉追加190亿，利空控六追加448亿，利空控九追加402亿，过来利空一厘。佫追加101亿，啊，2013啊，佫追加117亿，加起来佫拢总偌济，佫即几年敢若追加到1258亿，啊，佫以前开的。啊，就是咱算算的啊，要加3000亿。啊，有发电啊无？啊，实在看，干那错误尔，政策错误尔，啊，就安尼啊，所以讲，这就咱互咱互咱大家啊去探讨吼。咱即卖要来讲啊。要来讲财政预算，咱大家会使甲啊赖校长的资料的 PowerPoint， 啊甲含我的资料，你甲合作会，诶，啊，拢无讲的，拢无去小讲着啦，吼，啊甲合作会，因讲我一个足好的。教材，吼、哦，咱即摆就要先讲啊，这个叫做财政啊预算是啥物？啊，咱就讲啊，这个预算就是讲未来年度诶，叫做税入甲税出的预算，吼、哦、啊，这个啊计划啊甲控制啊，是咧用啥？用货币的数字来表达，哦啊，伊讲数字会说话。哦，大家
就是用四字，货币的四字。啊，过来讲啊，咱这个由政府机构依据下政策的编制，经过国会审议通过后，交由政府机关来执行。啊，可以加强政府机构啊财务管理啊监察的能力，啊，好让呢政府的财政啊透明化。行政单位啊，他最不希望啊这个财政透明化，好恁看无啊数字一大堆。啊，你无法度去审查，啊，他们就占便宜了。吼、哦，这就是要爱好了解者。啊，咱我看，这个是新加坡人家他们对于这些预算呐、啊，啊，这里、个、啊社会的一些啊补助，他都很明显的。把它标列出来，啊，这样给大家参考，吼、哦。今麦要介绍这样啦，吼、哦。下面叫做啊税处，吼、哦，税处的下各机关的会计年度内推行各项的政务之一切的啊支出的计划，叫做税处预算，但不包括下面。不包括下面债务的偿还哦，啊，那有包括是不是叫做啊，咱叫做啊税处？不是哦，哦啊，这个地方大家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字了，哦，因为现在要爱在家用。用红的，但不包括什么，啊，这个爱清楚哈、哦，这是一般的支出。啊，你如果包括债务的话，这都不是年度啊嘛，可能也会跨年啊嘛，好、哦，啊，今麦要搁讲，支啊，咱这个叫做啊，税啊税出的项目有什么？拢总一般有高奖，这高奖无要紧啊，因为高奖吼。你们去看表格内底吼，就有这个啊高奖的项目，只要咱爱下面叫做税出爱知影，吼、哦，啊过来就爱要讲就是讲税入是啥物？啊，税入是啊，就是咱政府的啊迄、那个会计年度内啊支应上项的支出计划，所啊。咱的所计划啊，来啊筹措的这些收入啊的收入吧，叫做啊税入预算，但不包括什么债务的举借，跟以前年度的啊，那个叫做啊，所以啊、哦、啊不包括啊，所以讲这边也不包括，啊，伊的项目有几项？啊，有扣税收入、营业啊、盈余跟事业收入，啊，这里还有规费跟罚款收入跟财产收入。咱阿伯啊吼，罚款收入尽量不爱用鞭刑就好啊。你罚款，我有钱啊，啊，我钱给你罚啦，啊，伊就要甲你犯规啊。哎，大家可以思考看麦。有一个新闻报道，在欧洲，一个市长啊，塞电车，把一台迄个辫子的停在超出红线一点，伊开这个电车，怎啊把超过的部分怎啊把搞过？唔知有看到这个影片无？有嘛吼，大家记忆犹新，这实在袂歹。阿伯吼，咱也使存存这有钱啊，啊有钱伊就要甲你
开卡伫红线过这个红线一输啊，啊，伊讲啊，你来，互你开钱啊，互你开单，啊，开单都无效啊，塞进车团甲交过。这是欧洲哦，伫欧洲哦，所以吼、哦，啊，咱尽量这里买啦，吼、哦。这个罚款收入都不要，都变成就好。啊，这个严格哈、哦，这会使补充个，伊无讲到严格嘛，啊，佮无讲到啊税出税入，我遐明细嘛吼、哦，啊，拢会使补充，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就好啦。咱即马上重要就是要讲这啦。咱的叫做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三摆来来去去三摆，送给美国，回来，咱才通过24、29条的规定，以后，咱会照这个规定落去做。因为美国三次通过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遵守。所以咱即马就要甲讲，这条29条的规定啊，咱特别就是讲爱讲一本笔啦。即啦足简单，有诶讲啊，讲到这吼数字啊，讲到啊比例吼，啊都读到唔知要想要代，啊足简单，我来。用一个数字来讲，这个是利益啦，这个是啥成本啦？啊，拢甲化作数字，化为用数字来表示。利益那是五，成本那是四，安尼大于啊小于？啊，大于就爱安怎？啊，就爱通过嘛。按照顺序排列嘛，这个咱有一个实例，哦，啊，来讲，佮这个所谈啊，爱大家爱注意，因为这个是啥？计算一本笔的时候，非具体的效益的总额以整体效益的总额的30%为上限。这股都是公，有的好像我们要推行免费上学，从出生到大学全部都免费，啊，这是效益免哪算？有当时啊，效益就歹算的，安尼不要紧，就是这个部分，吼、哦。而这个效益的总数的30%为上限呐、啊。啊，那一切都是啥？这都是讲国务院啊，爱2年内还可以作为调整呐、啊。哦，那你咪讲爱40%，啊，咱就调整40%，这都是和国务院行政单位啊可以做一个衡量啦、啊。吼、哦，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去了解，你要编预算的时候，你事先就要考虑。啊，咱即马就是讲，安怎算，就是安尼算。咱头拄啊，甲讲的，讲啦，效益呐3，成本呐是4，安尼一本比就是小于一啊嘛，这就是蚊仔管。以后没有效益嘛？我阁要直接要阁强调一点：为什么叶世文营建时一拿到预算，他们就自己搞了？有没有真正国会在监督？没有嘛？行政独大。好、哦，行政说啊，这个啊，啊，这个是马英九的政见，要啊，有多少亿要给何意住宅？
碰到合一自在就云天主去包办了，其他人插不了手，预算又有，当然他独大。咱这个一本笔按照这个条件没有办法行政单位去独大，你送到议会来，送到医院来，按照这个程序没有了，全部退过去，都退回，而那都不可能有叶世文这个案件。所以早期在规划的时候已经想了这个文字馆的问题，所以我很感谢咱早期这一批人啊，他们用的智慧还留下来啊，我们到现在在执行的时候也会跟着这个方式去走。哦，因为比较后来的不了解状况了，他也不会去重视这些，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就是要按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啊，那要甲讲，好一个实在足简单。啊，数字那是足简单，但是大家卖看甲讲啊，这个不爱数字安尼算。实际上，这个是足简单。咱起码就甲讲，依照经济学的观念，这那是用经济学观念找出来的啊，以这是啊。这是产出啊，这是投入，哦啊，产出投入啊，这个地方我们是灰色线，不是直线啊，色线的话是直线，哦啊，这都是依照经济学啊，供需关系的线啊去规划啊，我们把它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啊现象，第二个现象，哦。到这边是负的，产出是负的，哦啊，这边的算是正的，哦啊，这边那是第三个现象，也是啊，这边也是负的，这边也是负的，啊，这边啊投入的话是正的，啊，这边啊是负的，用这种观念，这四个步骤的观念去规划。当然，这样看大家看的有诶，无，较无深入的人会看到都飞去啊。啊，实际上，我爱跟咱用实在例子，用实在例子来看。咱讲第一个现象哦，就是安尼啦。那啊，投资300万。啊，来经营啊，一年赚啊600万，所以咱交税了后，搁赚120万，安尼这个会使做啊，袂使做，会嘛有赚钱嘛？哦啊，这里都爱玩有大观念，这都这第一个现象，这边都是正的，吼、哦。啊、来看第二个现象、哦、第二个现象啊，因为这边的负数啊呢，啊这边是我产出，我是正数。哦，咱家讲，咱家来看，哦，咱的厂房啊，那缩小去租出去，咱减啊，咱的使用率啊1万平啊减少去，啊，但是咱租金有收入。这个减项，但是咱租金啊有收入，这就第二个现象。啊，过来，第三个现象，啊，第三个现象啊，咱来看啊，大家来看第三个现象。伊这就是讲，啊，这个人才啊，啊，集体罢工啦。哦，啊，咱损失偌济，但是咱损失嘞，咱这里你看，这啊减项，啊这边人负面嘞，拢是负面嘞啦，
啊，伊遮有说明啊，吼、哦，啊，咱减啊，营收啊，减偌济啊，5000万，但是咱减负盈的啥，迄、那个薪资3000万，啊，实际上这是损失的嘛，咱人民还是这个是不利的嘛。过来看第四个啊，咱头拄啊讲过啊，哦，这电脑咧追加啦，佮即马也无亏很大，哦，啊头拄啊数字有甲大家报告过吼、哦，这实在超过啊这些，拢是负数，拢直直啊做啥？啊追加预算啊，这拢负面，佮即马也袂发展到一度都无安那。行到，咱即马要举这个实例，用这个实例来探讨吼。啊，这个实例就是讲有这个例子，啊，希望大家我会使扣转去，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啊，照讲啊，时间是够啊，搁耽误2分钟。伊这就是讲。啊，台湾民政府啊，决定伫这个中央新村啊，要设一个高铁接驳，啊，互伊大家较方便的。啊，因为有20万人会通勤的这个列车啦，正面的票价收入啊，佮可以节省15分钟。负面的是啥？啊，我们收钱的项目就是讲。减少空气污染，这仍然是啊，啊，个咱有这个污染的成本啊，约当为1.2块。所谓约当这两字啊，都、就是相当啦，有个人看无啦。那伫这个以管理会计来讲，生产成本会计里面叫做约当产量啊，下面叫做约当产量，有诶。制造的过程是做一个原料，甲制造当时难落去滚去拉，啊，即马讲时间到啊，啊，即马到底是约当产量剩偌济？这叫做约当产量啊，咱遮就叫做约当，哦，大致吼、哦、是1.2块，哦，类似安尼，互大家知影者。啊，投入爱造价30亿，每年的营业成本啊5000万，哦，啊，咱总啊建筑10天3年，啊，负面的产生呐，啊，咱的啊负面的啊产出啦，拢从20万使用，因为你若无设立，啊，伊会去啊做啊堵塞交通，啊，他爱增加10分钟，啊，伊若爱这个成本，哦，交通成本，啊，过来负面的产出的成本。咱就约啊，约当啊，啊2亿，遮个拢甲列列出来，遮个讲拢甲列列出来，咱要来算讲，请问这个啊方案啊，众议会甲参议院啊，啊恁郡守啊，跟各部会所做的这个计划啊，依照一本比甲算起来。啊，爱通过啊无？啊，就安尼加减减算出来，这就是计算式啦。哦，这整个计算式啊，加算出来啊，咱吼、哦、这个计算式吼、哦，大家会使确定的参考吼、哦。啊，这好好啊做速递也好，搁大家会使搁提这个案子啊来估计，安尼就是讲。推估啊，议会可以通行，因为他算出来，哦，总成本啊，总成本啊是48.11亿哦，啊，即嘛，迄个叫做总收入啦，就产出的啊总收益，就是拢总是65.12亿，哦啊，所以大于一嘛，哦大于一，所以可以通过。啊，咱这是咱从
咱的网站较早的上课的资料，把它整理出来，啊，予大家带回去做参考。哦，啊，这会使偷偷去参考，啊，无关系，啊，若有啥物问题，我礼拜六、礼拜天拢伫遮，咱互相研究。